没露兵，知道吗？破排兵。开了个眼吗？操，没注意，不先升了个两级是？这打这。平衡终于一切。 还没有多大血量了，反正。你追嘛，你追嘛，你追了就赚，追不到也不亏，追不到亏浪费他时间，这样的话他得亏兵了。 他的状态现在很一般啊，不行，慢慢跟他打。我马上就到。我先溜，怎么说？ 抓我，想得倒是美啊！电刑，我的伙伴电刑。 把这里买残疾算了，凶一点。大刀是什么？Rampage。
大头能一打双杀的呀。妖姬已经很逆风了，下路我有点想法，还有奶Nice， 彻底起飞。一定没蓝了，还得我来猜。Q 一下，哎，就问你难不难受？把他打了都对不了线，各位。一刀他就炸了，等一下，你受得了吗？带走阿三 W 手术刀，完美，无敌。妖姬很难受，我只能说。发育喜欢吗？各位，马上就到，无解，无解了。妖姬吃我两层，但是我已经吃他四层了。
有点烫。来来来，对，下塔去了，他们大头梦魇都在，没必要。别猜，兄弟啊！我的我的我的 ，nice， 开得过我的手术刀吗？哼，可笑自己了。嗯，妖姬不守信。别跟他说了，带走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这边感觉有眼，哦，不是一塔吗？怎么下路早都推掉了呀？我不知道。奶妈是真有意思，刚刚在上，突然就在下，这个移步有点快啊！永不动摇。先拆塔吧，这把倒是没有草丛了。对位压妖姬四级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大四级喜欢吗？直接压四级。这个后面有火神呀！看到我。我估计一下能量，啥意思？飞我的吗？阿闪，阿义减速，阿克带走，好，阿 W 给你，这场先就算了，不到，依然无敌啊！
看到了。躲避关联性的技能很关键。平衡中的一切，连大招特杀了，怎么回事？永不动摇。我觉得我去，等一下。还得去上去，还得上去。做对来来来都没闪来来来开杀戮伤害差了点上塔，上塔肯定可以带。高级的，刚看到妖姬好像回来了，出现幻觉了吗？我附近是不是有人呀、啊？
跟谁作对啊？完成双杀，一v 二完成双杀怎么样？挑战我，你那你这副赴死的决心啊？根本不慌。带着 ，OK， 一 R W 电刑，绝命圣域杀，漂亮，十一杀一死。